小姐，去边度啊？陶大花园四期啊，唔该。好。啱啱收工，而家都好夜啦。嗯，加班加得有啲夜。真系忙啦，做记者都要咁样。诶，你点知道我系记者？你条颈仲挂住个职员证啊？太攰啦，都唔以下是特别新闻报道，警方在城门河再次发现一名女性尸体，尸体处理手法和早一星期前的女性分尸案相若，警方怀疑是同一人所为。现在真是什么人都有，好恐怖啊。嗬，没错，这个凶手专门揀女仔落手，而且都是雨夜犯案。可能凶手喜欢落雨呢？雨夜中的屠夫。雨夜屠夫，这个名字真是犀利，这都被你了。我习惯了帮不同新闻看标题，我们公司老总经常都要我们写些爆炸性标题来吸引眼。要想这些标题真的很不容易，不过这么啱，没办法，工作需要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们一个女仔要小心点。我会啦。其实啊，这个年头啊，真系好多坏人啊，专系拣入黑先落。尤其好似小姐你呢种又靓又后生嘅女仔，真系唔应该咁夜一个人翻。小姐，你点啊？好攰啊，好好咁瞌下啦。我会。嗯。是啦，今天都落雨了。
欢迎收看特备节目《危险人物》。近日闹得满城风雨的连环杀人狂肆虐，搞得人心惶惶，冇人敢夜晚出去。为了追查真相的女记者，竟然都成为屠夫的猎物，成为案件中的第二个受害人。究竟凶手是不是传闻中的的士司机呢？他又会在什么时候落网？我们节目会紧贴消息，独家向你披露案件的真相。